461章，传承血脉之力。张扬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会这么快就进入仙界。仙界啊，在心中想来，这是多么遥不可及的地方。可是现在这一切都成真了，而这一切都要多亏了藤林藤远二人。看着藤林二人，张扬心中的感动自不必说。以前在乌蛮祖庙之中，藤林二人选择将那块神秘灰铁让自己拿走，然后在自己为了逃避狗环的追杀而将那个大魔头引向乌蛮祖庙的时候，这两人又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帮助自己，不但联手将狗环灭杀，更是在最后消耗了化身的力量，帮助自己将混沌钟和长刀两件神器认主，并且将化身的能量封印其中。现在又是冒着危险，在实力恢复之前就劈开仙界和修真界的壁垒，强行降临到修真界，将自己和九婴、福仓接引上界。张扬虽然心中早有猜测，此时还是忍不住问道：小弟心中一直有个疑问，两位大哥为何如此帮助小弟？如果不说明白的话，小弟心中实在难安。藤林藤远两人对视一眼，点点头，一笑说道：这件事情如果不告诉你的话，相信你心中是很难踏实的。不错，我们帮助你当然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帮助你是因为你能够融合主人的血脉之力。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你有朝一日能够将主人散落在两界的108块遗体碎块全都融合。这样也算是主人以另外一种形式再生了。说到最后，藤林藤原两人的脸色愈加凝重。融合乌蛮始祖的全部遗体，108块残骸。张扬心中砰砰直跳，果然跟自己想象的一样。如果只是这样的话，这件事情可说对张扬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张扬的修真之路本来就是计划走融合乌蛮始祖血脉之力这条路来追求大道的，这根本就是跟藤林二人不谋而合了。只听藤林二人接着说道：当然，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本身的好处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两人看得出来，你能够晋级如此之快，融合主人的血脉之力，获得主人的力量，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但是我们相信，如果你能够融合全部108块遗体残骸的话，很有可能你就能够拥有主人的全部力量。这时候不光是藤林藤远，就连九婴和福仓也是眼中光芒闪烁。只有投靠福仓的牛头人等几名渡劫老怪，在发觉自己无意间听到这么大个秘密之后，都是浑身来回扭动着，非常不安的样子。这可是有关乌蛮始祖的消息啊。乌蛮始祖是什么样的存在？修真界普通人也许不知道，但是作为修真界巅峰存在的他们几个却是知道的再清楚不过了。知道了这么大的秘密，虽然他们已经决心做福仓的灵魂奴仆，心中犹自不放心。渡劫期修士在修真界也许是顶尖的存在，但是在仙界的话就是最底层的存在。那些度过雷劫身体经过淬炼飞升上来的修士，也仅仅算得上是地仙而已。他们没有渡雷劫，固然是免去了陨落的危险，可是也是错过了淬炼肉体的机会，比那些正常飞升的渡劫修士还远远不如。眼前这几位大能之士可说根本就不将他们几个放在眼里，为了防止秘密泄露，很有可能会选择将他们抹杀掉。牛头人等几个现在最羡慕的就是侏儒童子两人了，早知道这样，他们也选择投靠张扬，躲在芥子小屋中一无所知，比什么都强。藤林藤原可不知道他们的小心思，还在继续说着：如果张兄弟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希望张兄弟能够替主人报仇。当然，等你拥有了主人的血脉之力，是不是报仇就由不得你了，因为仙界那几位存在会将你列为最有威胁的敌人，即使你不愿意对付他们，他们也会出手对付你。张兄弟可要想好了，这条路固然可以让你走上巅峰，可也同样充满了坎坷，会让你沿路都是敌人。藤林的语气已经变得语重心长。张扬舒一口气，几乎没有什么犹豫。感谢两位大哥。
小弟一定不会让两位大哥失望的。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在下得到贵主人这么大的好处，当然也就有义务替他报仇。不要说仙界那些家伙们会将拥有乌蛮始祖血脉之力的存在列为敌人，即使他们不这么做，小弟也终有一日会找上门去替乌蛮始祖讨回公道。张扬的语气极为坚定，这是一个庄严的承诺。好，哈哈哈，我们果然没有看错人。如果张兄弟能够将主人的血脉之力集齐，我们兄弟两人愿意归于张兄弟座下。我们是主人的仆从，也就是张兄弟的仆从，必将协助张兄弟完成大事。藤林大笑着，心情极为畅快，说到最后语气极为郑重。藤大哥，张扬刚开口已经被藤林摆手打断。你如果能够集齐主人血脉之力，就是得到了主人最重要的传承，做我们的小主人，名正言顺。对，不光是两位前辈，到时候小老儿我也愿意认你为主。张兄弟你不必忙着拒绝，恨当年虽然有幸跟随两位藤前辈纵横两界，却是没能拜在乌蛮始祖大人的门下，这次有这个机会，反正小老儿是绝对不会错过的。福仓豪放的声音也跟着响起。还有我，九英在后面接了一句，语气却是极为坚定。藤林、藤远、福仓、九英四大强者，各个实力深不可测。一名金仙在九英手下竟然连一招都撑不过去，这是怎样恐怖的实力。而这些强者竟然都表示出可能要拜在自己门下做自己仆从的意向，一瞬间张扬简直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当然不论是藤林、藤远还是福仓、九英，张扬都是将他们当作朋友的。在修真界几番患难已经足以让他们生死相交，朋友珍贵，张扬并不想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仆从。但是张扬本人也知道，如果自己真有集齐乌蛮始祖血脉之力的那一天，恐怕就是想要阻止他们也是做不到的。旁边牛头人等几名从修真界上来的渡劫修士，原本就后悔的心情现在简直是连肝都悔青了。认人不准啊，原来连九英和福仓这等强者，还有这两个凝聚法相后能够跟修真之主对抗的变态存在，将来都是可能要投靠僵尸张扬的。难道僵尸张扬真有那么可怕？早知如此，无论如何也要跟侏儒童子等一样选择投靠张扬啊。牛头人几个看向张扬的目光都已经变得不一样了。虽然他们渡劫期的修为现在是在张扬之上的，可是那目光就跟后辈看向前辈似的。本该如此，本该如此。藤林脸上都是欣慰之色，不过你们几个接下来行事必须要小心一些。张扬兄弟，你的境界只有半步飞僵，但是真正的实力，诸多手段要灭杀地仙绝对不是难事。而且你的身份，仙界中无人识的你，只要低调些小心行事应当无虞。藤大哥放心，小弟会谨慎行事的。扮猪吃老虎，这是小弟的拿手好戏。张扬拱手笑道。哈哈哈，那就好，那就好。至于福仓小子，你就更没有问题了。老夫看你的实力已经恢复了八九分了吧。再加上这身猴子外皮，只要使用些手段改变灵魂气息，就没有人能够认得出你。靠着如此实力和外表，只要不是故意寻思去招惹那些老家伙，纵横修真界都没问题了。前辈放心，晚辈还想等着有一天能够拜在乌蛮始祖传人的门下，跟着小主人去找那些老家伙的麻烦呢。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晚辈是不会去死的。福仓口言乌蛮始祖传人，而不是直接称张扬，这说明他对张扬已经认可，但是暂时还没有到值得投靠的地步。只有张扬完全集齐乌蛮始祖的血脉之力，得到乌蛮始祖的传承，他才会真心的投靠。藤林继续说道，最麻烦的就是九英小子你了。你以真身出现在雷劫隧道之下，掌管雷池的阿加律必定已经发现你了。你将是仙界重点对付的目标。如果你在仙界中出现，恐怕立刻就会遭到围杀。
所以你只有密地闭关，等哪天实力完全恢复，才能去一些险地闯荡了。至于仙界，你还是不要出现的为妙。多谢前辈提醒。九婴面色平静，显然早有打算。好，老夫的提醒仅止于此。老夫这里灵气并不算充沛，只是仙界中极普通的一处所在，而且跟老夫两人在一起，对你们是有害无益的，所以就不留你们了。将你们带来的这些人进行灵魂烙印，然后就离开吧。藤林挥挥手。第462章，五枚残骸。包括牛头人在内，投靠扶苍的渡劫修士，总共有三个人。他们听到藤林的话，不但没有因为要成为别人的灵魂奴仆而沮丧，反倒是纷纷松了口气，一直提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对方既然要耗费灵魂之力让自己等成为灵魂奴仆，那肯定就不会随便灭杀自己等人了。放开神石。扶苍沧桑的声音极有威严。是，主人。牛头人等立刻躬身回答。扶苍手中捏个法印，轻抚在牛头人的额头之上。嗡。亮光一闪，牛头人只觉得石海瞬间滞胀，眼神一阵涣散。等再清醒过来，总觉得头脑中似乎少了些什么，同时对扶苍也充满了敬意，恭敬地行了一礼，站在旁边。藤林见状满意地点点头。刚才扶苍的一个法印，不光是对那个牛头人进行灵魂烙印的控制，更是将他关于进入仙界后的这些记忆全都抹除掉了。然后扶苍又依法施为，将另外两人两名修士关于这段时间的记忆也都抹除掉，并且进行灵魂控制。之所以要将他们关于这段的记忆抹除掉，并不是担心他们背叛，而是因为他们的实力实在是太弱，万一落入到别人手中，被人灵魂搜索，平白多了暴露的危险。张扬袖袍一挥，将芥子小屋祭出，神识一动之间，把侏儒童子、魁梧巨汉和管剑三人释放出来。张扬的境界比起侏儒童子和魁梧巨汉来还有些不如，当然他的神识比后两者要强大得多，并不于认主失败后遭到反噬。可是为了避免两人反抗，张扬觉得在藤林等人的监视下进行灵魂烙印的刻录会减少不少麻烦。几个法印神识烙印完成，极为轻松的样子，这看得藤林等人都是暗暗点头。僵尸也好，乌蛮一族也罢，都是重视肉体力量，而神识偏弱的。张扬以半步旱魃的境界越阶对两名人族渡劫修士进行灵魂烙印的控制，竟然如此举重若轻，其中固然有后两者在众人监视下不敢有丝毫一心的原因，可是张扬灵魂的强大不在两名渡劫修士之下，这也是肯定的。哈哈哈，甚好甚好。九婴小子，扶苍小子，你们两人可以走了。张扬小子留下来。九婴和扶苍两人丝毫不敢有什么意见，告辞一声，纷纷架起遁光离开。他们二人对仙界可是算不上陌生。藤林甚至怀疑，他们各自在仙界都还留有自己的洞府。狡兔三窟，这个道理，仙界的修士也都是懂得的。以九婴和扶苍两人曾经的实力，在仙界隐藏下来几处洞府，现在不被发现，那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前辈不知还有何吩咐？张扬语气甚为恭敬。藤林和藤远两人对视一眼，点了点头，像是做出了某项决定。藤林伸手在面前一抹。嗡。一个锦玉盒子出现在面前，凌空悬浮。锦玉盒子表面华美无比，刻录着无数细密的花纹，材质不知道是由什么做成的，非金非玉，一看就是非常珍贵的样子。在锦玉盒子寄出的瞬间，藤林藤远二人脸上都是露出极为恭敬的表情，缓缓俯身向着锦玉盒子一拜。张扬的脸色也郑重起来，他忽然明白这盒子里是什么东西了，也面露恭敬之色，随之拜倒。这是神秘灰铁，也就是乌蛮始祖的遗体碎块。张扬实力的飞速晋升以及以后要走的修真之路，都是融合乌蛮始祖的血脉之力这一条路。再加上对乌蛮始祖事迹的了解，张扬对于乌蛮始祖本人
是有着绝对足够的敬意的。因此，现在脸上的表情都是发自内心的。藤林藤远站起身来，双手捧住锦玉盒子。似乎注意到了张扬的动作和表情，两人脸上都是极为欣慰的表情。张扬小友，相信你已经猜到这锦玉盒子里面是什么东西了。张扬点点头。不错，这里面正是我家主人的遗体残骸。剑仆不笑，仅仅余下五块。藤林说着，脸上是悲愤的表情。那种内疚的情绪，张扬都能够感应得清清楚楚。现在，这五块遗体残骸，我们就交给你了。遗体残骸，只有融合在你的身体中，才是主人的血脉之力得到传承，也算是主人另一种形式的觉醒。藤林的语气深沉。他知道，当年主人乌蛮始祖被仙界众多大能之士联手，又布下大阵，终于在将仙界那些卑劣之辈灭杀近半之后，不慎中招，不但肉体被斩为108块。灵魂更是被彻底湮灭。那些仙界大能之辈自然是不可能给乌蛮始祖留下任何复苏的机会的。所以他们最大的渴望就是主人的血脉之力得到传承。而张扬是他们见到的能够对主人血脉之力进行传承的最理想的一个人。感谢两位大哥的支持，小弟一定不负所托。张扬接过锦盒，心中莫名的沉重。从这一刻起，或者说是从张扬融合八方印那第一块乌蛮始祖的血脉之力起，他就已经担负起了一份责任。这份责任很沉重，但是张扬义不容辞。东西你拿走，然后密地闭关融合，剩下的我们两个老家伙就帮不上什么忙了。我们倒是想在闭关期间为你护法，不过这次破开界面之力动静如此之大，一定惊动了不少人。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两个老家伙怕是会成为风暴的核心，如果为你护法，反倒会为你招惹来不少事端。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不过，如果你连这些小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话，也就不配接受我家主人的血脉之力传承了。藤林语气豪放。张扬闻言甚是感动。两位大哥也要保重，一定不能出现危险。要记得，等小弟成长起来，我们还要一起去找那些老不死的麻烦呢。哈哈哈，说得好。希望有一天，你有资格能够成为我家小主人，带领我们，将那些老不死们都干翻了。为我家主人报仇。藤林大笑着。还有这份玉简，上面记录了仙界一些可能存有主人遗体残骸的地方。你要先将手中的五块遗体残骸融合掉，相信就能晋级为拔。也算是拥有了去探寻这些险地的基本实力，但是一定要处处小心，量力而为，事不可行的话就不要强求。一向话不多的藤远袖袍一挥，一枚玉简落入张扬的手中。张扬只是神识稍微探查就收了起来。这枚玉简上记载了20多处地点，都是可能存在乌蛮始祖遗体残骸之处。看这些地点极为分散，都是在仙界各处。记着藤原所说的话，一定要量力而行，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拥有这些地图，却不去将主人的遗体残骸寻回，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们的身份敏感，一旦暴露意图，如果不能迎回那遗体残骸，就会使之落入那些老不死之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以前我们伤重实力为负，没有一击必得的把握。这些险地会有这各种危险等着你。藤林又特意叮嘱一句。两位藤大哥放心，小弟定不负所望。好，在此多待无益，去吧。藤林一挥手。张扬抱拳告辞一声，神识一动之间，背后金黄羽翼爆棚而出，用力一挥，化作一道遁光，消失在天边。他能成功吗？看着张扬渐渐遁远的身影，藤林忍不住向旁边的藤远问道。不知道。藤远的回答极其简练。就在藤林感觉有些失望的时候，藤远又补充了一句。不过我知道，这么多年来他是最有希望成功的。不要说108块遗体残骸，只要他能够集齐半数以上，我们就尊他为新主人，将一切心血全都赌上又有何妨。对。希望他不要让我们失望吧。
藤林眼中光芒一闪，跟着感叹一声。走，我们这里恐怕很快就会被那些老家伙们发现，赶紧离开吧。这些后辈们都战意昂扬，我们可不能输给他们。嗯，两人说完，先是手中法诀连捏，手掌凝结成一个个的法印，向着脚下的山峰中打入。嗡，随着这些法印，一道道韵律波动开来，将周围天空都引动得一阵荡漾。做完这些事情，两人才放心地舒一口气，架起遁光，向着远处而去。三个月之后，数道流光从远处疾驰而来，哒哒哒，几道人影落在这处山巅上。其中有两人大家并不陌生，正是手拄铁拐、鹤发童颜的鹤杖客和背负长剑的陆剑灵。只是现在这两人在这几人中的地位明显不是最高的。这几人在周围一阵逡巡，其中一个青色锦袍的瘦高老者手中法诀连捏，很快露出失望的神色。这里的波动被人破坏掉了，什么都推算不出来。哼，这么说来，消息是属实的了。能够使出手段，让德钦大师的推演都失效，对方的手法一定不简单。恐怕真是那两个人无疑了。第463章，晋级，汉拔。这个推论让几人都是一阵沉默，气氛显得十分的沉闷。哼，这时候一声冷哼响起，却是那个擅长推演的德钦大师，是那两人又如何？两个卑贱的奴仆而已，当年漏网之鱼是他们的侥幸。他们永远躲藏起来也就罢了，如果胆敢再跳出来搅风搅雨，本尊不介意将他们彻底灭杀。反正乌蛮始祖已经沉底陨落掉，尸体被斩为108块，连灵魂都彻底湮灭，绝对不可能有机会复苏的，这一点大家都是亲眼所见。德钦在说到乌蛮始祖这个名字的时候，众人又是微微哆嗦一下。乌蛮始祖的名字在两界都是震彻寰宇，而只有他们这些亲眼见识过乌蛮始祖实力的人才知道那个存在是多么的恐怖。当年一战，他们虽然没有资格跟乌蛮始祖直接对战，但是却是见识了战斗的威势，那根本就是横亘在他们心头的永远不可磨灭的一个烙印。对，我们没什么好怕的。乌蛮始祖又如何？生前厉害，死后还不是被斩为108块。在场的诸位，任何一个人手中都或多或少拥有那遗体残骸中的一枚至数枚不等，甚至有的人已经将其连为宝物也是有的。难道还用得着这么忌惮吗？说话的还是第二个开口的那个人。身形瘦小，眉梢长了一颗硕大的痦子，使得他整个人看上去要多猥琐就有多猥琐。波耶道友说的对，乌蛮始祖的遗体残骸都在我们手中，这是绝对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了。至于那两个剑仆，我们众人连起手来提高警惕，难道还怕他们搅起风浪来不成？贺丈客开口了。哼，还不是都怪你跟陆老怪。如果不是你们两人知道消息不及时通知我们，哪会有今天的事？波耶一声冷哼，语气极不客气。贺丈客和陆剑灵脸色都是一阵难看，但是最终也没有跟波耶顶嘴的勇气。就这样吧，诸位都派出自己的弟子，既然那两个剑仆已经出事，就不会不留下踪迹。以我们诸位联手的实力，要想找到他们的踪迹也不是不可能的。德钦开口说道。众人没有什么收获，议定之后纷纷架起遁光分散离开。狂风呼啸，飞沙走石。仙界总体来说灵气浓郁，但是也并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青山碧水的。恰恰相反，沙漠甚至其他各种险地的范围也是不小的。实力强悍的修士适应能力强，可是不意味着他们愿意生活在沙漠之中。沙漠之中会有生物，会有凶兽，会有毒虫，但是相对来说，沙漠里的生物资源要少得多。而且在这飞卷的沙石下，神识也会受到影响。这种地方正是张扬选定的闭关佳地。沙漠地下，没有人注意到十数万丈深处，两座芥子小屋隐藏在岩石层中，极不显眼。
再加上两个隐形的法阵，哪怕是有修士在附近地面上刻意探查，也不一定能够发现他们的存在。更加重要的是，两座芥子小屋正好分布位于一张八卦图的两个太极弧形中心，阴阳交融，既能够保证两座芥子小屋中的阴气和灵气的浓度，又能够让周围地气的汇聚波动降低到最低限度。这些都是叶辰大师的手段。此时在芥子小屋之中漫天火海，叶辰和石开来正在努力鼓动地火之龙，将三位丹炉烧到最旺。顶炉之中，僵尸张扬全身蜷缩，依然将顶炉撑满，手中一枚神秘灰铁像是海面一般，将顶炉中的火焰全都吸收了进去。而张扬则是努力坚持着。这枚神秘灰铁已经有些软了，估计再有几天时间它就能彻底融化。虽然已经知道了神秘灰铁的真实身份，但是张扬有时候还是习惯将其称为神秘灰铁。100多天时间，我能接连融合三枚神秘灰铁，再加上我体内原先就有的5枚，哈哈哈，我就不信突破不了汉拔的桎梏。张扬心中充满了强大的自信。在融合这些神秘灰铁之前，僵尸张扬就已经是半步汉拔的水平，感觉距离汉拔只有一步之遥。原以为只要融合一枚神秘灰铁就能够立刻晋级，没想到一连融合2枚神秘灰铁却是依旧没能晋级成功。不过张扬丝毫没有气馁，来吧，突破越困难说明我突破之后的实力就越强。想当年融合一枚神秘灰铁都能够让我接连越级，现在数枚神秘灰铁还没能晋级，还好我感觉快了，或许这枚神秘灰铁融合之后就能立刻晋级也是说不定的。张扬心中嘀咕着，炼制再继续，融合再继续。十几天后，砰一声巨响，叶辰跟石开来还没有动手，顶盖已经自动打开，一道红光犹如火山喷发一般从三位丹炉中爆射而出。咚，张扬双脚重重落在地面之上。此时的张扬浑身上下呈现紫蓝色，身体略微佝偻，上肢偏长，锋利的爪子闪烁着森寒的光芒，手脚周围红光闪烁，炎火之力环绕着，双眼闪亮犹如明灯一般，牙齿外凸，尤其明显的特征是从脑袋后面一直延伸到背部的鱼鳍样存在。汉拔，僵尸张扬终于晋级为汉拔。张扬看看自己的手臂，虽然没有飞僵时那么虬结明显的筋肉，但是张扬却是能够明确地感觉到现在自己的肉体力量比起飞僵时来不知道强大了多少倍。这是一种内敛的力量。恭喜主人晋级成功。叶辰和石开来都是满脸喜色。主人晋级，实力变得强大，他们自然也是水涨船高的。像鬼仆血奴和布凤等人，虽然要依靠张扬，但是都是属于战斗型人员，能够择机自己外出，收集所需要的宝物或者材料。而叶辰等，整天待在芥子小屋中练气，他们是完全依靠张扬，即使没有灵魂契约，也是会最希望自家主人实力变得强大的。折折折，汉拔，我终于晋级为汉拔了。僵尸张扬大笑着，身形一闪，直接从芥子小屋中遁出，一道流光已经出现在外界的沙漠之中。抬头看看风沙狂笑的天空，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出现而有所变化。果然在仙界之中渡劫之后就没有雷劫的降临了。原来这雷劫果然是仙界那些家伙们对修真界强者进行清洗的手段。张扬眼中寒光一闪，没有了雷劫对于普通修士来说或许是好事，但是对于我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了。张扬紧接着又是感慨一声，对于渡雷劫张扬是有着十足的信心的，他手段众多，自然不畏惧这些，反倒是希望有雷劫来淬炼一下身体。算了，以后有机会找到雷池淬炼身体也是可以的。确定没有雷劫，张扬刚要遁回芥子小屋中，只感觉旁边灵气一阵波动，心中警照。
肉体力量涌动中，双脚在地上一踏，沙石飞溅，身形立刻暴退。轰！就在张扬刚刚退开，他方才站立的所在就是一声爆炸，狂暴的沙石全被激起，一个大坑形成。张扬眼中蓝芒闪烁，但见沙石之中混杂着一只浑身灰黄色，体型修长，却长着龟壳的生物。这只奇特的乌龟跟周围沙石相同颜色，并且全身长满了一个个的尖刺，连气息都跟沙石极为接近。正因为此，他一直接近到张扬的身边，张扬的神识都没能发现。当然，这也是跟张扬刚刚晋级，正处于兴奋之中，神识不够集中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嘶嘶嘶，这只奇特的乌龟看到一击不中，并没有太过焦躁，而是吐着血红的信子，身后一条长长的尾巴摇摆着，一副吃定张扬的模样。张扬看得清楚，刚才进攻张扬的正是这条尾巴，而在进攻的时候，这条尾巴似乎能够无限度的增长，像是一条鞭子一般。这只可恶的乌龟，不说它是乌龟有些不确切，因为这家伙只是长了一只乌龟壳而已，身体修长倒是有些像蜥蜴。对，就是一只长了乌龟壳的蜥蜴，而且这只蜥蜴的个头十分之大。张扬晋级到旱魃之后，身体不长反缩，已经只有一丈多高，而这只蜥蜴的长度却有两丈多长，肥厚的四掌，锋利的爪子，犀利的牙齿，一看就是捕猎的高手，这对于张扬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这只蜥蜴似乎并不能化形，而且眼中虽然精芒闪烁，明显没有具有人类的灵智，可是浑身气息之强悍，比张扬的境界还要高不少，到不了真仙也极为接近的样子。仙界果然处处危机，随便碰上一条怪蜥蜴都能有如此强的实力。不过张扬并没有畏惧，反倒眼中冒着红光，浑身战意盎然。刚刚晋级旱魃，这简直就是送上门来的一道练手好菜。第464章凶兽拦路。刷，那只蜥蜴的性格似乎极为暴躁，片刻时间的对峙就已经受不了了，身形一闪，率先发动攻击，浑身都是硬刺的身体向着张扬撞了过去。张扬见状不躲不闪，双脚在地上一踏，整个身体直接迎着怪蜥蜴的势头撞过去，一副正面硬汉的姿势。砰！双方重重撞在一起。那只蜥蜴的体型比张扬要大得多，体重足足是张扬的数倍，再加上那个坚硬的龟壳和浑身的尖刺，按说本应占尽优势的。可是张扬后发制人，撞击的角度极为刁钻，只是一下，那只蜥蜴身体就失去控制，打着旋飞向空中。张扬当然不会失去这个痛打落水狗的机会。刷，身形一闪，正好出现在怪蜥蜴的上方，双手指头交叉，握成拳头，全身力量爆发，狠狠向着怪蜥蜴砸了下去。砰！这一下砸得极狠，怪蜥蜴立刻犹如一颗陨石般狠狠地向着地面撞去。轰！沙石腾飞，又是一个巨大的深坑。张扬一声疑惑，他发现就在他刚才全身力量爆发攻击的时候，周围的能量似乎瞬间都向着他的体内灌输进来，而周围虽然是沙漠，但是原本也是有着一些低矮的植物的，这些植物不但稀稀落落，而且都是极其低矮，有着庞大的根系。可是就在张扬力量爆发的瞬间，周围能量灌输，这些低矮植物竟然瞬间全部干枯死掉了。张扬眉头一跳，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旱魃竟然能够借助周围能量发动攻击，而战斗中对周围能量的无差别提取，直接造成了那些植物的死亡。旱魃一出，赤地千里。原来这不是传说，而是事实。幸亏这里是沙漠，如果这里是丛林茂密的森林，张扬相信自己能够借到更多的能量，而代价则是茂密森林变为赤地千里。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嘎嘎嘎。张扬心情畅快之极，放声大笑。那边那只怪蜥蜴经过这一击，已经认识到自己跟张扬之间的实力差距。
竟然连继续攻击的勇气都没有，夹起尾巴一头钻进沙地中就要逃走。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想逃，哪有这好事儿？张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无故进攻自己的家伙，手中一个法印结成，法力凝聚，嗡，周围天地能量轻微波动，足足两三千里范围内，能量疯狂向着张扬体内涌动，这种涌动的速度是极快的。大涅槃掌，法印结成，张扬立刻大涅槃掌祭出，呼，一只方圆数丈的大手掌，七彩斑斓，一闪之间就已经向着怪蜥蜴所在的地面方位印去。僵尸张扬的大涅槃掌，最初张扬在塑造分身之前，身体中蕴含着火之力、雷电之力和阴凝之力，因而祭出的大涅槃掌几种能量交合影响，呈现出七彩斑斓之色。觉醒了天赋神通塑造分身之后，将炎火之力和雷电之力展出，寄附在九炎之火上，塑造出了人类分身。从此之后，人类分身施展的大涅槃掌就呈现出火红之色，僵尸张扬祭出的大涅槃掌则是呈现阴气弄弄的黑色。僵尸张扬再次融合神秘灰铁之后又有所变化，最终到现在，张扬晋级为旱魃，大涅槃掌施展的时候，不但有张扬本身磅礴的法力，更是调动周围方圆两三千里的能量，威力之强悍，前所未有。轰！七彩斑斓的大手掌印在沙地之上，流沙立刻溃散，一个巨大如盆地的大坑形成。沙石乱飞中，那只怪蜥蜴夹杂其中，满脸的惊慌。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个看似气息一般的家伙竟然拥有如此变态的实力。咻，张扬双脚一顿，整个人化作一道流光，向着空中的怪蜥蜴冲去。怪蜥蜴到底是实力接近真仙的存在，看到逃无可逃，凶性被激发起来，全身力量凝聚，原本看似普通的尾巴猛然抽出的同时骤然变长，一道黑影划过弧线，向着张扬当头抽落。僵尸张扬只感觉全身力量澎湃，竟然连躲避都不屑于，直接双手举起，一把将那条长尾巴抓在手中。啪！一声巨响，这长尾巴的攻击乃是怪蜥蜴的一大杀招，威力之强，普通渡劫修士一旦中招就是一团肉酱。而张扬只是神体被这重重的力量击落，双手却是牢牢地抓住了尾巴。砰！张扬双脚重重落在地上的同时，手中用力狠狠地将怪蜥蜴抡起。轰轰轰，张扬双手抓着怪蜥蜴的长尾巴，将怪蜥蜴像是链球一样抡起，在地面上来回一番乱砸。眼看着怪蜥蜴头晕脑胀的时候，张扬再次出杀招，将怪蜥蜴抡起的同时身形一闪，一个瞬移到了怪蜥蜴的上方，锋利的爪子突然祭出，狠狠向着怪蜥蜴的肚皮切割下去。怪蜥蜴本能地感觉到不妙，身体用力扭转，就要将坚硬的龟壳和尖锐的长刺对准张扬。张扬哪会给他这个机会，神识移动之间，天赋神通施展，时间流缓。怪蜥蜴简单的智商甚至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感觉腹部一痛，张扬锋利的爪子已经切了进去。龟壳坚硬，但是腹部却是最柔软的地方。就在爪子切进去的瞬间，张扬吞噬功法施展开来。滋，长龙吸水一般，那只怪蜥蜴全身的精血瞬间全都顺着爪子进入到张扬的体内。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那只怪蜥蜴的肉体全都变枯干，紧接着化为飞灰。啪，只剩下一个龟壳在空中打个旋，落在地面上。晋级旱魃，张扬的吞噬功法竟然得到了质的提高。一只怪蜥蜴眨眼之间就能被吸干变为飞灰。哗啦啦，战斗结束，耳际充斥的都是空中飞沙落地的声音，那是战斗中战斗波扬起来的。而地面上的几个大坑，此时周围的流沙也是开始迅速往回流。只是这些大坑的面积实在是太大了，恐怕一时半会儿是不可能消失得了的。张扬袖袍一挥，将那枚龟壳收了起来，一道流光遁回芥子小屋。
将龟壳交给叶辰。后者自然是兴奋无比。这龟壳坚硬无比，即使不经祭炼直接使用，威力也不会弱于普通防御型法宝。以叶辰的手段，有这个龟壳做主料，再加入一些其他东西，能够炼制出一件防御型的仙器。张扬本人则是开始闭关炼化刚刚吸纳的怪蜥蜴精血。一场完胜的战斗，张扬并没有多么兴奋，反倒认识到了仙界的可怕之处。偶尔撞上一只妖兽，竟然就有如此实力，凶险可想而知。虽然其中有很多偶然因素，这依然让张扬心中充满了危机感。实力，只有尽快的提升实力，才能够让自己拥有在这个世界生存立足的资本。当然，张扬也是知道，即使在仙界中，像这只怪蜥蜴这种程度的妖兽，也不是随地可见的。最起码，张扬在跟着藤林藤远刚刚进入仙界时，从空间裂缝处到那座山巅，一路横跨不知道多少亿里路程，曾经见识过仙界的生态系统。因为灵气浓郁的缘故，仙界生物的整体实力的确比修真界强悍得多。但是，其中绝大部分也都是普通的野兽而已。妖兽的比例要比修真界高，强大妖兽也很多。六七级的妖兽经常能够遇上，八九级的妖兽也不罕见。而为了寻找神秘灰铁，张扬必定要在修真界各处险地来回游荡，渡劫期凶兽和更高级别的凶兽肯定是会经常遇上的。战斗对于将来的张扬来说将是家常便饭。想清楚这些问题，张扬唯有一声苦笑，努力提高实力，炼化精血，闭关稳定境界，然后再次融合剩下的两枚神秘灰铁，继续闭关稳定境界，修真无岁月。当张扬将藤林藤远二人赠送的五枚神秘灰铁彻底融合，并且闭关将境界稳定之后，已经是百年之后。此时的张扬虽然没有突破旱魃出阶，但是全身肉体力量的强悍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旱魃本就是肉体力量极为恐怖的存在，但是张扬自信自己的肉体力量比起普通旱魃来强悍了不知道多少倍。这是魃的力量和乌蛮力量的结合体。从最初的八方印算起，至今张扬总共融合了乌蛮始祖108块遗体残骸中的10块。这遗体残骸除了让张扬境界有所提升之外，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体现在改造了张扬肉体的强度，增强了张扬肉体力量进步的空间。现在的张扬肉体力量之强悍，即使普通仙气也是丝毫破不开他的肉体防御。这让张扬心中大定。咻，一道流光在茂密的森林上方划过。张扬手中握着一枚玉简，不时探查锁定方位，跟地面方位进行对比。玉简中记载的自然是藤林藤远二人给他提供的可能存在乌蛮始祖遗体残骸的方位。唰，身形一闪，张扬突然停止飞遁，凌空悬浮，眉头微微皱起。就在刚才，他的神识探查到前方近万里处一株万年古木，树冠庞大，足足覆盖周围近百里方圆，时时处处垂落下来的枝条又在地上扎了根，密密麻麻，影影冲冲。而在这株万年古木主干的树巅上，一只背上长着一双翅膀的火狐狸正蜷缩着，一副极其安详的样子。这只火狐狸虽然个头很小，只有不足三尺长，浑身毛发油亮，干净无比，赤红如火，可爱异常，可是却是给张扬一种极其危险的感觉。而就在张扬的神识扫过的瞬间，这只火狐狸原本闭着的眼睛立刻睁了开来，身体站起。哟，火狐狸仰起头来，朝着张扬所在的方向一声啼鸣，眼中凶残的神色一闪，跟其可爱的外表极其不符。呼，背后那双巨大的翅膀一挥，化作一道红光迎着张扬方向而来。张扬心中一凛，二话不说身形一闪，背后金黄羽翼用力挥动，转身就逃。呼，只是挥动一下羽翼，身形就已经出现在外力之外。自从晋级到初阶旱魃之后，张扬的神识覆盖范围就提升到10000里。
而背后那双金黄羽翼在法力灌输之下全力挥动，每挥动一下也能够遁出一万里。翅膀每挥动一次就能够遁出万里之遥。这种飞遁速度即使在仙界也足以值得骄傲了。当然张扬自家是自家清楚。他背后这双羽翼乃是大鹏金翅鸟的羽翼。真正的大鹏金翅鸟成熟体每挥动一下羽翼肋下旋风声能够飞遁九万里之遥。如此逍遥自在那才是张扬努力的方向。身后那只火狐狸的速度明显也非常的快，但是跟张扬的速度相比就要差得多了。不足一个时辰，身后那只火狐狸就已经消失了踪影。显然，因为张扬并没有过分招惹对方，再加上遁速奇快，火狐狸发现追赶无望之后，就立刻放弃了。张扬舒一口气，又急速飞遁了一个时辰，确定远离之后，才渐渐放缓身形。刚才那只火狐狸最少拥有真仙的实力，像这种不能化形的妖兽，修士们习惯将其称为凶兽，一般实力都比同阶能够化形的妖兽实力要强。以张扬现在的实力，一旦被其追上，也是有着不小的凶险的。所以，张扬连跟对方照面的意图都没有，就靠着变态的速度，一道遁光离开了。可惜了。再往前面不远处就是玉简上标明的地点，竟然遇上这只凶兽拦路。如果要绕过这头凶兽的领地的话，最少要多花费一个月的时间。张扬稍微一犹豫，想想那只凶兽火狐狸的可怕，最终决定多花费些时间。一个月时间，即使对于凡人来说，也算不上太长，更遑论张扬这种一闭关就以千百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修真者了。翻手拿出那枚玉简，神识探查，好好琢磨地图，对照附近地形，选定一条最佳路线之后，才将玉简收起。认准方向，背后金黄羽翼一挥，开始继续前进。第465章，三尾妖狐。沙沙沙。微风吹动，树叶轻响，山林起舞。从高空俯瞰，整条山脉仿佛平静的湖面中丢入一颗石子，荡起阵阵绿色的涟漪。张扬凌空悬浮，背后金黄羽翼轻轻挥动，团团旋风生成，托浮之下，身体静止。神识释放开来，周围万里范围内的一草一木全都映射入石海之中。张扬眉头紧紧皱了起来。神识范围之内，除了涌动的植物，还有一些低鸣的小虫。竟然没有任何动物。叽叽叽叽，耳际只有不断低鸣着的虫叫。不正常，这太不正常了。像这种树木茂密的山林，理应到处都是各种小兽才对。方圆万里竟然连一只动物都没有发现，如果不是那低鸣的虫叫的话，张扬都要以为自己进入鬼域了。啪啪啪，张扬可以听到背后羽翼挥动的声音和肋下呼呼的风声。有古怪，张扬口中嘀咕着，心里有些打鼓。百兽辟翼，这分明是有凶兽出没的迹象。月余前，当他遇上那只火狐狸的时候，周围的情形也没有达到这个地步。这说明，这里很有可能生活着一只比那火狐狸还要强大的凶兽。张扬抚摸着手中的那枚玉简，神识探查，再次确定藤林藤原给出的信息中，就在前面不远处就可能有一枚神秘灰铁。未知的凶兽，可能存在的神秘灰铁，张扬心中纠结了，脸色接连变换，最终咬咬牙下定决心。仙界处处危机，要想集齐乌蛮始祖的所有遗体残骸，不冒险是不可能的。如果我这次不战而退，那么假如下一个地点也有危险，难道也要不战而退？最起码也要搞清楚这里到底是什么危险才行。张扬很快下定决心，神识一动，天赋神通分身术施展开来。刷，人影闪烁，特殊能量波动之间，僵尸张扬一闪之间化为十道身影，其中一道向另外九道点点头。神识一动之间，一套黑色战甲浮上身来，正是用魁牛皮炼制的仙器级别战甲。当初张扬斩杀魁牛之后，将分割出的材料交给叶辰，炼制出了四件仙器，其中就包括这件战甲。
张扬分化出的这具分身，除了携带盔甲以外，并没有携带任何其他宝物，背后金黄羽翼一展，向着前方飞遁而去。天赋神通分身术能够分化出的分身，跟神识强悍程度和法力浑厚都是有着直接关系的。以张扬的实力，在不过分削弱战斗力的前提下，能够分化出十具分身。那一具分身离开之后，其余九具一闪之间合而为一。原本天赋神通分身术分化出来的是不分本体和分身，每一个的战斗力都是一样的，除非全部湮灭，否则就不会陨落。但是这九具分身合体就相当于是本体了。分身前去探路，本体提高警惕，见势不妙就立刻遁走。这就是张扬的计划。修。张扬的那具分身一路飞遁，地面上连绵的山脉犹如绿色草蛇一般飞舞着后退。所过之处都是一片寂静，看上去极为诡异。哟。突然一声长鸣。刷。分身身形一闪停滞下来，脸上表情极为精彩。但见前面的一座山峰云雾缭绕，高不知几许。随着叫声，那座山峰上三道红光一闪，迎着张扬追了过来。火狐狸。那具分身睁大了眼睛，看得清清楚楚，总共三只火狐狸，每一只都跟一个多月前他看到的那只一模一样，全身火红，背后一双翅膀，看气息也仅仅是弱了一丝的样子。张扬立刻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难怪这方圆范围内没有其他生物，原来这里竟然是这种火狐狸的老巢。脸色一变，二话不说，转身挥动羽翼立刻逃跑。虽然只是一具分身，一旦损失掉的话，对实力也是不小的影响，平白消耗修炼的时间。后面三道红光紧追不舍，前面一道黄光急速飞遁。更远处，另外一道黄光，张扬的本体正在急速飞遁。张扬的速度全力施展开来，比那火狐狸的遁速要快得多，眼看着就要将后者摆脱。就在这时，巨变陡生。哟。前方一声轻啼，犹如婴儿啼哭。张扬脸色一变，本体身形停滞。前面不远处，一道红光划破天际，速度极快，转眼之间就到了近前。火狐狸。这只火狐狸气息并不陌生，正是张扬上次所遇上的那只火狐狸。张扬脸上苦笑不得，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躲来躲去终究难逃一战。这只火狐狸竟然也是同属于这一群火狐狸之一，正好拦截在了逃跑的路上，将逃路切断了。咻。人影一闪，张扬的那具分身也赶了过来。刷。两具分身彻底融合，张扬负手而立，眼看着四只火狐狸一前三后将自己团团围住。火狐狸美丽异常，但是眼中除了嗜血和残暴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神情，这让张扬立刻放弃了跟这些凶兽沟通的打算。嘎吱吱。张扬五指击张，全身筋肉力量爆发，关节发出爆豆一样的脆响声。哟。后面那三只火狐狸同时发出尖叫声，身后那条巨大的尾巴突然高高竖起，长长的绒毛炸开，犹如开屏的孔雀一般。叮。锋利的爪牙骤然长长，竟然发出清脆如金属撞击的声音。刷。红光一闪，三只火狐狸已经同时到了面前。三只火狐狸个头都仅仅三尺多长的样子，但是威势之盛，犹如排山倒海一般。吼。张扬一声嘶吼，全身筋肉力量爆发。哔哔巴巴。一股能量犹如清风吹过一般，从周围天地间掠过。所到之处，花草树木都是瞬间枯萎，地面干裂，赤地千里。砰砰砰。重重三连击，三只火狐狸的力量比起旱魃张扬来弱了不止一点的样子，以三敌一，仍然是占不到丝毫的便宜，只是一个回合就被狠狠砸开。张扬身形一闪，刚要趁势追击，就感到身后一股磅礴的气势滔天而起。神识覆盖范围内看得清清楚楚，拦路的那只火狐狸气势正在暴涨，三尺多长的体型也是迅速变大，
片刻时间就变为了一只数丈长的巨型火狐狸，身后的尾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分为了两只。双尾妖狐，张扬心中一凛。据传言，凶兽妖狐的尾巴是储蓄法力的地方，当妖狐修炼到了足够的法力，就会一分为二，随着法力的增强，到最后分裂为九条，又称为九尾妖狐。九婴的本体就是一只九尾妖狐。想想九婴旧伤未愈的情况下就能够秒杀一名金仙，虽然那名金仙同样实力受损，也足以证明九婴的实力了。眼前这只妖狐竟然已经分裂出两条尾巴。啪！张扬的眼睛瞬间瞪大，因为眼睁睁看着那只妖狐的尾巴再次分裂出一条来。三尾妖狐，竟然是一只三尾妖狐。三尾妖狐现真现辟易，这时在修真界古典集中所记载的谚语，也就是说三尾妖狐不是一般的真仙所能够对付得了的。当先这只妖狐现出三尾妖狐的真身，另外三只妖狐则是在遭到一击之后并没有继续扑上来，而是在一边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发动偷袭的样子。张扬表情严肃，晋级旱魃以来终于遇上一个够分量的对手，张扬没有了最初的恐惧，赤亮如日月的双眼开始散发出一股血红，全身战意盎然。呼，张扬浑身气势暴涨，蒸腾的气势犹如火焰燃烧一般。哟，如婴儿啼哭的尖叫声中，三尾妖狐终于发动了攻击，背上那双翅膀依旧存在，翅展超过十丈长，一挥之间庞大的身躯直接向着张扬扑去。旱魃张扬佝偻的身体充满了无尽的力量，不躲不闪。狭路相逢勇者胜，一声咆哮，筋肉力量爆发。砰，巨大的撞击声，强烈的冲击波瞬间爆发开来。轰，威势之强比核弹爆发还要强烈，周围的植物山脉全都被掀翻。张扬身体一顿向后退去，而三尾妖狐也是在空中一个飞旋，划过一道弧线，锋利的爪子划过寒光，直接切在张扬的胸前。不，锋利爪子切中的瞬间，张扬胸前黑光一闪，防御型仙气盔甲浮现，如击败级的声音响起，盔甲极为坚固，牢牢护住张扬的身体。哟，攻击没有见效，三尾妖狐极为愤怒，又是一声啼叫，四蹄用力伸直，身后三条尾巴如孔雀开屏般展开，嘴巴张开，锋利的牙齿露出，眼中光芒一闪。嗡，幻术，三尾妖狐最强大的攻击幻竹。呼，张扬只感觉眼前景色一变，神识一阵恍惚，意识到不妙，努力神识运转，再睁开眼来，却发现已经回到修真界之中。地面上支离破碎，是一条条被斩断的灵脉。天空中原本高照的烈日突然氤氲起乌云。隆隆隆，阵阵闷雷声中，乌黑的云气越来越浓郁，道道电光闪烁，犹如无数电窜舞动的银蛇。第466章难以破防。雷劫，竟然是雷劫。此情此景，张扬简直再熟悉不过了，正是他在进阶旱魃时未曾降临的雷劫。难道说自己在返回到修真界之后，本身境界触动天地法则，又使得雷劫降临了？张扬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可是现在突然出现了，也不知道该惊该喜。咔嚓，天空中第一波雷球拖曳着长长的尾巴终于降临了，足足六个雷球互相盘旋着，在天空黑暗的背景下看上去炫美无比。不过张扬的脸色却是开始变得难看起来，雷劫第一波竟然既有六个雷球同时降临，要是到了后期，雷劫会强大到什么地步？更关键的是，如此威势的雷劫，仙界的那些大能之士们还不得趁机降临？上次降临的是一名金仙，被秒杀之后，这次会降临什么样的强者？封号金仙，张扬想想就头痛。即使在强大的雷劫，张扬也有信心应付，诸多手段，无数宝物，足以保证他的平安。但是如果有封号金仙之类的强大存在降临的话，
张扬就丝毫还手的余地都没有了，恐怕只能任人宰割。看看周围的空间，乌云蔽天，闷雷阵阵，黑嘘嘘的天空下，只有张扬一道身影凌空悬浮，承受着雷劫的洗礼，给人的感觉极其的压抑和孤独。滋滋滋，空中雷像在继续氤氲，汇聚成九颗赤亮的雷球，这些雷球在空中盘旋飞舞着，迟迟不愿降临。周围天空中雷电之力疯狂地向着这九颗雷球中汇聚着，片刻时间，就见这九颗雷球开始改变颜色，亮光闪动，红色、黄色、蓝色、绿色、紫色、褐色，六色，竟然是六色雷球，九颗六色雷球同时降临，这是什么威势？张扬瞬间不淡定了，全身法力凝聚的同时，神识移动之间，就要将混沌中祭出，但是接下来却是让他大吃一惊。任凭他神识如何调动，那混沌中都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竟然怎么都记不出来。眼看着六色雷球越来越近，张扬当机立断，立刻改变宝物，神识调动，要祭出那柄神器长刀。没用，那柄长刀也像是消失在石海中一般，同样不肯出现。这一耽搁的时间，九颗雷球已经同时降临，咔嚓，正正劈中张扬，六色电光在张扬身上来回流转着，痛，深入灵魂的痛，仿佛肉体连同着灵魂都在瞬间被雷电之力化为灰烬一般。啊！大叫声中，眼前的景色骤然变幻，雷云消失了，六色雷球消失了，修真界消失了，眼前的是那只三尾妖狐。此时三尾妖狐那三条巨大而毛茸茸的尾巴正死死地缠定了张扬，大口张开，已经咬住张扬的脑袋，锋利的牙齿正在用力啮合。可是张扬的肉体力量之强悍，在旱魃这种以肉体力量见长的存在基础上，又融合了十枚神秘灰铁，流淌着乌蛮始祖的血脉之力。虽然达不到不死之身的水平，但是面对普通仙气的攻击，是绝对不会被破防的。三尾妖狐的牙齿和吸力啮咬力量极其强大，但是要想将张扬的脑袋咬碎也是做不到的。嘎嘣嘎嘣，爆豆一样的响声，张扬的脑袋上被咬开一道道小口子，可是坚硬的颅骨却是完全挡开了三尾妖狐的尾巴。张扬神识恢复，感受到受伤的不光是头颅上，就连肩膀上也都是三尾妖狐撕咬的痕迹，那件盔甲早就被三尾妖狐撕破，咬开了几条口子，张扬的身体上也被撕开几条小口子，留下几个不算深的牙印。显然三尾妖狐是在奈何不了自己的肉体防御之后，才将目标对准脑袋的。身体上和腿上还有另外三只火狐狸正缠在那儿撕咬着，不过他们的撕咬力比起三尾妖狐来还要差得多，连盔甲的防御都破不开。此情此景，张扬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刚才自己根本就没有回到修真界，而是中了三尾妖狐的幻术攻击，陷入了幻境之中，而三尾妖狐则是趁势扑上来，想要吞吃自己。不得不说，三尾妖狐的这一连串打算本来是极为成功的，如果换作一头普通的旱魃，说不得还真有被其成功的可能。倒霉的是，他遇上了张扬这块啃不动的骨头。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张扬立刻暴怒。呼，浑身气势暴涨，筋肉力量爆发。三尾妖狐看到张扬从幻境中清醒过来，自己又咬不动，心中已经大惊，身形一闪，就要逃走。张扬当然不会给其机会，双手电闪伸出，一把将三尾妖狐的双腿抓在手中，筋肉力量爆发，大喝一声，用力往外一扯，霍拉，三尾妖狐凄厉的惨叫声中一下被活生生撕为两片。三尾妖狐一向不以防御力见长，它的速度和灵活、幻术以及锋利的爪牙，这才是优势。可惜刚才自以为得势，为了将张扬吞吃掉，他自愿放弃掉自己最强的优势，以至于让张扬一击得手。鲜血喷溅，血肉横飞，咻咻咻，三道流光
却是那三只火狐狸见势不妙，背上羽翼一挥就要逃走。分作三个方向，速度飙到极致。哼，张扬一声冷哼，神识移动之间，天赋神通施展，时间流缓。嗡，韵律的震颤波动从三只火狐狸周围荡过。那三只火狐狸周围的时间法则瞬间改变，流速变缓，火狐狸的遁速也是随之变慢。张扬毫不留情，接连出手。电闪一般，噗噗噗三声响，寒光闪过，三只火狐狸的脑袋被切了下来。张扬紧跟着大口张开。滋滋滋。那喷射出的血液还没来得及落地，就已经划过道道弧线，落入了张扬的口中。连带着那只三尾妖狐和三只火狐狸尸体中的精血也是被瞬间抽出，眨眼之间三具尸体化为飞灰。旱魃张扬现在的吞噬能力之强，远胜往昔。功法运转之间，将三尾妖狐的精血封印在体内，准备以后处理。那三只火狐狸的精血则是直接转化为法力。一时之间，张扬略带佝偻的身体周遭散溢着淡淡的血气。张扬体内法力运转，体表上那几条淡淡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愈合着。受伤损最重的就是从脑袋上一直延伸到后背的那条类似鱼鳍的存在，上面被咬开了好几个洞。现在那几个洞也是迅速弥合。伸展一下身体，想想刚才的经历，张扬简直是满意之极。肉体力量之强悍竟然达到了这种地步。三尾妖狐的牙齿啮咬力虽然比不上攻击型神器的吸力，可比攻击型仙器却是要强悍得多。竟然奈何不了张扬肉体的防御力，这让张扬对于自己所选择的修真之路大是满意。成就不死之身，这是张扬的终极追求目标。三尾妖狐已经解决，张扬神识释放开来，探查一番，稍微思索之后，就向着前面那座山峰飞去，那三只火狐狸就是从那座山峰上飞出的。如果没猜错的话，那里可能就是火狐狸的老巢。而御简上标时神秘灰帖正好也是在那个方向。对于会不会有其他更加强大的妖狐，张扬倒并不是特别担心。刚才的战斗风波气势可不算小，如果这里有另外一只妖狐的话，肯定会被这战斗波吸引过来。尤其不管是三尾妖狐也好，还是那三只火狐狸也罢，在最后遭到张扬屠戮的时候，宁可分头逃跑也没有发出求救信号。张扬观察仔细，这一个细节就说明这里已经没有他们的同伴了。片刻时间，那座山峰已经近在眼前，一股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但见山峰之上森森白白，全都是累累白骨。难怪这方圆无数里内都没有什么其他小兽了。以这几只妖狐的食量，即使这里原先有小兽，不是被吃掉就是被吓跑了。张扬甚至在其中发现了不少实力强悍的妖兽骨骸，这些骨骸也是十分难得的炼器材料。张扬神识一扫，选中其中极佳者。张扬选定的这些材料都是有可能被用来炼制仙器的存在，除了兽类白骨以外，还有数量不少的人类白骨。腐烂的衣衫和不时出现的一枚那物戒法宝，张扬甚至还看到一件仙器光芒不闪，斜躺在骷髅白骨之中。显然这些都是被妖狐吞吃掉的人类修士。妖狐不善使用兵器，所以那物戒也好，仙器法宝也罢，都跟白骨一起被抛在了这里。张扬自然是不会客气，袖袍一挥，法力卷裹，将这些东西全都收了起来。嗯，当张扬接近一座白骨堆积起来的骷髅山上飞过的时候，突然神识一动，心底一股隐隐约约的召唤响起，如此熟悉。神秘灰帖，张扬瞬间确定。神识探查，透过白骨看清下面的情状，脸上喜色一闪，手中法诀一捏，一个法印向下烙印。轰，巨大的爆炸声中，白骨满天飞，这座骷髅山已经被轰散。第467章搜获。张扬袖袍一挥，咻，一道流光直接从纷飞的白骨中激射而出，落入张扬手中。
通体黑色，刻录着奇特的纹饰，触手冰凉，正是一个不大的匣子，材料奇特，非金非木。神识扫视之下，却是完全被挡在外面，显然，这匣子对神识有着不弱的阻隔作用。而张扬所感受到的召唤，正是从这个匣子中发出的。竟然被封印起来了，难怪距离这么近才感受到召唤。自从融合了十枚神秘灰铁之后，张扬体内的乌蛮始祖血脉之力加强，对于神秘灰铁的感应距离也随之变远。手中捏个法诀，手指一弹。啵！一声脆响，电光一闪，匣子已经被打开。呼！那种召唤的感觉扑面而来，骤然加强。一块神秘灰铁躺在匣子之中，光芒不显。张扬却是眼中一亮，心情骤然开朗。哈哈哈，这座古山中埋葬着如此多的宝物，可能这个匣子也是哪个修士所有，被那些妖狐吃掉之后，将匣子扔在了这里。嗯，多亏了有这个匣子的封印，否则的话，以这神秘灰铁的吸引力，普通修士也许感应不到，但是洪荒凶兽的感应应该是有着不小的吸引力的。张扬感叹一声自己的幸运，翻手将这枚神秘灰铁收入纳物戒中，目的达到，心情放松下来。不过三尾妖狐据传有三条性命，张扬将其斩杀，却是不敢相信这条三尾妖狐已经彻底陨落掉。只是在这座山峰老巢中一番搜索之后，并没有什么发现，倒是找到不少珍贵材料，全都收了起来。看看在没有什么可供压榨的以后，才背后金黄羽翼一展，飞离这里。就在张扬斩杀三尾妖狐，搜罗一番逃走的同时，远在亿万里之外的某座山峰上，一座高达数丈，犹如坟堆状的土包上，长满了丛生的杂草。就在这土包之中，一颗巨大的精血，在不断地蠕动着，散发出的淡淡微压，让周围的蛇虫鼠蚁都不敢靠近。砰砰砰，就在三尾妖狐陨落的瞬间，这颗精血的跳动突然变得有力起来。短短时间，但见这颗精血不但蠕动，很快化为一只小狐狸。这只狐狸跟刚刚陨落掉的三尾妖狐一模一样，同样是三条尾巴，同样是背后一双翅膀，只是浑身血红色，就连毛发也是血红色的。这种血红不同于三尾妖狐的火红，而是鲜血凝聚而成的。三尾妖狐拥有三条性命，张扬斩落其一条，这里的这颗精血就立刻觉醒，第二条性命复苏。当然，这条三尾妖狐明显没有九婴的强大手段，虽然复苏了，但是力量却是被削弱到了极致，需要消耗大量时间才能够恢复到巅峰状态。此时的三尾妖狐眼中的迷茫之色在渐渐消失，很快就知道了一些事情，眼中开始露出仇恨的神色。哟，一声鸣叫，犹如婴儿啼哭一般。轰，那座土坟突然爆炸开来。咻，红光一闪，小小三尾妖狐仅仅不足一尺长，全身都是由精血凝聚而成，背后翅膀挥动，身体凌空悬浮。哼哼，不远处一只野猪本来正在觅食，被这突然的爆炸吓了一大跳，待看清是一只小狐狸，立刻哼叫着，双眼冒着凶光，前蹄在地上刨了两下，身体一跃，高高跳起，向着小狐狸撞去。哟，小狐狸又是一声长啼。噗，血光一闪，惨嚎声中，那只野猪硕大的头颅已经被斩落。通通，先后两声巨响，野猪的头颅和无头尸体都是重重落在地上。小狐狸身形一闪，已经扑到野猪的尸体之上，一阵猛啃猛噬，片刻时间，一头硕大的野猪足足上千斤之中，竟然被吞吃干净。小狐狸的肚子只是略略鼓起而已，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都不敢相信一只长不足一尺的小小狐狸竟然能够将这么大一只野猪吞吃掉。小狐狸脸上这才露出满意的神色，舔了舔嘴角的鲜血，翅膀一挥，在丛林间穿梭着，向着远处飞去了。两三个时辰之后，一处雾霾遍布、阴气浓郁的峡谷中，流光一闪，张扬展开身形，
在周围山头一阵盘旋，神识释放开来，很快选定峡谷中段一个面积不小的山洞，一头扎了下去。吼！很快，山洞之中传出一声咆哮，声震山林。可是，这咆哮仅仅发出到一半，就戛然而止。张扬右手中，一只噬阴虎被掐着脖子，任凭怎么挣扎，都是挣脱不脱，犹如被铁钳夹住一般。哗！眨眼之间，这只噬阴虎就变为了一团灰烬。张扬身上则是血光一闪，很快恢复正常。看看周围的山洞，一股股腥臭的味道，山洞一个角落是一堆枯骨，不知道是这只噬阴虎多少年吃掉的各种动物堆积起来的白骨，其中不乏一些人类的骨骼。张扬灭杀噬阴虎，占据虎穴，心中是一丝一毫内疚都没有的。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从山东角落这些枯骨就可以看出，这只噬阴虎明显也不是吃素的。张扬在此路过，如果实力不足的话，哪怕不招惹谁，也会被这只大虎吃掉。现在张扬实力够强，当然就不介意将这只噬阴虎吃掉。这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公平。赤裸裸，但是很现实。张扬僵尸的特性，喜欢吞噬精血，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喜欢这种白骨腥臭的环境。手指一弹，咻咻咻，几道流光闪烁，八具机械傀儡个个都有元婴期的战斗力，恭敬地站在张扬面前。铁甲森寒，手中利斧闪烁着光芒，将这个洞府再扩大两倍。张扬发出了命令。是，主人。这八具机械傀儡答应一声，立刻挥动手中利斧，开始对洞府进行开辟。利斧挥舞之间，坚硬的岩石在他们手中犹如豆腐一般软弱。由于芥子小屋本身就是一方小千世界，不能放入那物界这种储物空间之中，如果随身携带的话，张扬担心在大规模战斗中将其损毁，所以只能将两座芥子小屋永久固定在沙漠的地下。那处沙漠就是仙界有名的死亡沙漠，面积浩大，生物数量最少。张扬并没有深入沙漠太多，但是将芥子小屋安放在沙漠外围的地下也是非常安全的了。没有芥子小屋，张扬只能寻找这种临时的落脚点。趁着机械傀儡开凿洞府的时间，张扬翻手拿出数十面姜黄色的小旗，手指连弹，咻咻咻，一道道流光快速没入地面之中，片刻时间，一座大阵已经形成。这座大阵更大的作用是演绎气息。至于说到防御措施，能够威胁到张扬安全的，最起码也是真仙以上的强者。对于那等强者来说，临时布置的法阵根本就是起不到作用的，覆手即灭。很快，洞府开凿好。面积扩大数倍之后，原有的洞府石壁和地面全都被刨开，洞壁看上去全是刀削斧切的痕迹。张扬下令让八具机械傀儡在周围保持警戒，然后自己则是盘膝坐在洞府内开始闭关。神识移动之间，体内封印的三尾妖狐精血已经被调动起来。对于这三尾妖狐的精血，张扬是有着很大的期待的。当时一战，对于三尾妖狐的幻术攻击，张扬几乎毫无抵抗之力，瞬间就陷入到幻境之中，以致遭到三尾妖狐的连番攻击和啮咬，一直随着时间的进行，幻术的威力渐渐消失，张扬才算是清醒过来。多亏了张扬防御力强悍，肉体没有被破防。如果换作普通旱魃的话，恐怕早就被三尾妖狐分尸了。九婴是九尾妖狐，有九条命，据说每分裂出一条尾巴的时候，九婴都有一次觉醒天赋神通的机会。这只三尾妖狐应该有三次觉醒天赋神通的机会。只要不是运气差到极点，三次觉醒天赋神通的机会至少总有一次能够成功吧。也就是说，这项幻术攻击极有可能就是天赋神通中的一种。张扬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神识移动之间，法力卷裹，将那一大颗精血卷裹起来。然后功法运转。立刻，一丝丝奇异的能量从这颗血液中开始分泌出来。对于这个过程，张扬简直是熟悉之极，虽然缓慢，
却是毫无差错，极为顺利。大约一个时辰之后，张扬舒一口气。在他的手掌中，数颗鲜红的小球正在滴溜溜旋转着，正是三尾妖狐的本命精血。没什么好犹豫的，神识一动，这几颗本命精血直接渗透进手掌之中，运转功法散逸到身体中融合。哟，立刻识海之中一只迷你的三尾妖狐缓缓浮现，正是这本命精血中融合的一缕残魂。刷，身形一闪，一个微型张扬同样出现在识海之中。哟，三尾妖狐看到张扬，双眼中都是仇恨的光芒，直接就是一声啼叫，三条尾巴瞬间直直竖起，犹如巨大的屏风一般。第468章天狐幻。轰，随着这声啼叫，狂暴的灵魂冲击犹如狂风暴雨一般向着张扬冲击而来。灵魂攻击，这是灵魂攻击波。三尾妖狐的这一缕残魂在灵魂控制方面相比于本体来说明显差了不止一点的样子。狐性狡猾，知道靠着这一丝残魂即使施展幻术也是威力有限，没有肉体攻击的配合奈何不了张扬，因而将狂暴的灵魂集于一点，竟然意图直接将张扬的灵魂湮灭。张扬当然是早有准备，抱残守元，灵魂凝聚。那狂暴的灵魂攻击犹如肆虐的波涛，而张扬就是波涛中矗立的石柱，任凭其如何狂暴都是巍然不动。眨眼之间灵魂攻击消散。这时候张扬动了，右手高高举起，大切割术施展开来。刷，一道灵魂攻击犹如刀锋般犀利，光刃直接将小狐狸斩为两片。不，小狐狸溃散开来，这一丝灵魂之力明显弱了不少，蠕动着还要继续融合。张扬眉头一皱，刺魂锥施展，一道神识凝聚为一条细线直接刺穿。轰，小小狐狸终于完全溃散开来，化为一个个光点消散在识海之中。张扬脸上露出笑容，身形也跟着缓缓消散。残魂消散，对精血的融合再也没有任何的障碍。张扬身体周围一阵阵淡淡的波动，佝偻的身体，颀长的上肢，身体后面从脑袋上一直延续到后背的长鳍，这一切都是笼罩在一团淡淡的红光之中。张扬汉拔之身，原本呈现紫蓝色的身体开始向着略带红色的方向发展，火红的色彩。这个过程极其缓慢，肉眼不可察。数日之后，嗡，天地法则一阵韵律的波动。张扬站起身来，感应着头脑中多出来的那些信息，欣喜若狂。天狐幻，天赋神通，幻烛攻击，天狐幻。天狐幻是一种十分强大的幻术攻击，即使是神识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只要差距不是太离谱，在一不小心之下也是很有可能中招的。一旦中招就会陷入幻境之中，就算肉体遭到攻击也清醒不过来。对于这一点张扬可是深有体会的，想到自己多了这么一项强大的天赋，张扬心中的欣喜可想而知。太好了，下次再遇到三尾妖狐一定要主动猎杀，这三尾妖狐可是好东西啊。张扬口中嘀咕着，一副将三尾妖狐当作天符神通供应器的模样。可惜了，不知道九婴有几种天赋神通，不过光是那项掌控的天赋神通就已经非常令人觊觎了。如果能够抽九婴几滴本命精血来融合，那该多爽啊。想到上次在修真界跟狗环一战，九婴施展天赋神通掌控，直接控制狗环祭出的神器，反而向着狗环自己攻击过去。那一幕实在是太震撼了。羡慕啊，羡慕。不过张扬也是知道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要想确定能够通过融合的功法来获得九婴的天赋神通，至少要提取九婴体内一半以上的本命精血才行。本命精血可不是普通精血，哪怕是九婴这等强者，如果本命精血流失过多，也有补充不会来而导致境界下降的危险。不用问，九婴是肯定不会同意这个建议的。又多了一项天赋神通，现在张扬总共拥有瞬移、时间流缓、
塑造分身、赐予、分身术、天狐幻，共计六项天赋神通。其中，适合战斗之用的，有瞬移、时间流缓、分身术和天狐幻四项，再加上他强悍到近乎变态的肉体力量，以及在融合了莫林兽本命精血后所具有的对法术攻击削弱的体表。不知不觉，张扬的实力已经积累到十分恐怖的地步。战斗力的强弱，境界固然重要，可是各种战技的重要性也是不弱于境界的。咯嘣嘣，伸展一下身体，感受着浑身涌动的力量，张扬感到满意无比。手指一弹，嗡，一声轻吟，悠扬无比。当，一只三丈多高的大鼎矗立在面前，鼎身火红，刻录着奇异的纹饰。这只大鼎并不是原先的那只三味丹炉，而是张扬在狗环的那物界中所收获的。同样是辅助型仙器，品质比起三味丹炉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张扬这等程度的强者来说，神器才算得上是比较难得的。至于仙器，就连张扬属下几大奴仆侍从，也是人手不止一件，更何况张扬本人了。张扬右手拳头紧握，筋肉力量爆发，狠狠地向着脚下地面砸去。轰！拳头力量凝而不散，直接向着地下冲击。一声爆响，咔嚓，地面岩层崩裂的声音充斥耳际。这一拳强大的冲击波直接将厚重的岩石层击穿，直达地底。隆隆隆，闷响声犹如滚雷一般越来越近。突然眼前一亮，赤红一片，耀眼无比。一道火柱冲天而起，地火。张扬这一拳直接击穿岩石层，将地面下的地火打通。张扬本人则是早有准备，手中法诀连捏，一个个法印打下去，然后翻手拿出一把火红色的小旗子，手指连弹，一道道红色的流光，这些小旗子都是按照既定的方位没入地下。呼，随着这些小旗子的没入，炎火之力凝聚，烈火生。呼，那只大鼎携带着风声急速旋转着，突然落到那个炎火的喷口之上。当，一声巨响，稳稳当当的站定。昂，龙吟声中，一道道地火之龙从地下窜出，犹如群龙戏珠一般，围绕着这个鼎炉来回盘旋着。张扬手中法诀捏定，手指一弹。当，一声轻响，顶盖弹开，在空中打着旋飞舞着。趁着这个间隙，张扬手中一翻，神秘灰铁拿出，手指一弹。划过一条弧线，神秘灰铁落入鼎炉之中。当，又是一声响，蹭蹭蹭，旋转几圈，顶盖已经牢牢拧紧。张扬手中法绝不停接连变换，一个个法印引入炉顶之中。那些地火之龙受到刺激，周身火焰更加炽烈，浓烈的火焰犹如飞蛾扑火一般扑向鼎炉，又立刻被鼎炉吸收掉。这些火焰经过鼎炉周身法则的加持之后，火焰温度升高了不知道多少倍，然后又被那神秘灰铁犹如长龙吸水一般全都吸纳了进去。如此浓郁的炎火之力全都归于神秘灰铁之中。僵尸张扬身在定外，法诀接连变换，控制这火焰，始终让火焰的温度达到最高。这个过程足足持续了十几天时间。透过鼎炉感应到炉中的神秘灰铁已经软化变为一团液体，张扬轻舒一口气，手指一弹。当，顶盖突然飞起的同时，砰，一声响，炉顶之中犹如火山喷发，漫天的火焰冲天而起。在这火焰之中夹杂的是一团火红的液体。张扬手一抖，咻，一道法力卷裹，那团液体已经落入手中。斧一入手，就立刻渗透入身体之中，消失不见。张扬盘膝而坐，双目紧闭，神识努力引动着这一团液体在身体之中散逸，很快融遍身体的每一处。融合大约有是十数天后，张扬眼睛睁开，站起身来。跟十数天前相比起来，张扬的外貌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气息却是强了许多。虽然没有突破到旱魃中阶，也已经极其接近了。
没有叶辰的帮助，张扬本体不能进入到鼎炉之中。不过，这对张扬来说并没有什么的大的影响。本体在鼎炉之中跟神秘灰铁一起炼化的话，张扬本人能够吸收更多的炎火之力，本身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但是，随着张扬实力的提升，这十几日的炎火之力对于张扬来说越来越可以忽略不计了。十一枚了，总共十一枚。张扬紧握着拳头，看看自己的身体，前面已经融合了十枚神秘灰铁，现在再多出一枚来，对整体的影响并不是太大，不至于造成肉体上的变化。张扬依旧能够感受到这枚神秘灰铁带来的好处，这是肉体力量和防御力的再一次增强。哈哈，张扬大笑两声，翻手拿出那枚玉简来，神识探查。嗯，下次距离最近的可能存在神秘灰铁的地方是在这里，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够赶到。确定方向，张扬丝毫不敢耽误，袖袍一挥，将三位丹炉还有那八具机械傀儡收起，阵法拔除，架起遁光离开。两个多月后，张扬站在一个峡谷间，在他面前，一条花冠蛟上身直立，下半身紧紧缠着一株古木，鲜红的信子吐着，极其凶残的样子。张扬却是丝毫不将其放在眼中。这条花冠蛟看起来凶残，其实实力非常弱，仅仅是一条九级妖兽而已。如果换在以前的话，张扬自然是要大大的麻烦了。但是，现在，只要一招就能将其秒杀。只是，张扬眼中却是闪烁着愤怒的神色。嗯，错不了了，如此近距离下，我已经能够清楚地感应到那股召唤力，就是发自于这条花冠蛟的身体之中。第469章，旱魃中阶。看来，这一枚神秘灰铁又是被这畜生给吞吃掉了。张扬眼中愤怒的火光直冒，因为接受了乌蛮始祖的传承，因而获得强大的力量，张扬对于这个强者是十分的尊重的。想想乌蛮始祖陨落之后，身体遗骸被斩为108块，分尸之后还要遭受如此下场，心中就是忍不住的恼怒。嘶嘶嘶，那条花冠蛟似乎也从张扬身上感应到了恐怖的气息，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发动攻击，而是吐着长信子向张扬发出警告。哼，张扬一声冷哼，右手高高举起，发力凝聚，大切割术直接施展开来。刷，赤亮的光刃闪过，血光飞溅，那条花冠蛟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已经被斩落在地。通通，两段蛇体跌落在地面上。砰砰砰，长长的蛇身犹自挣扎着，将周围的树木山石全都扫落。张扬知道，刚才自己的大切割术已经将花冠蛟的肉体连同元婴一同斩杀，这条大蛇死得不能再死了。之所以现在还在挣扎，完全是因为身体中一些残存的神经的反射。这就如鲤鱼早就已经死了之后，当一切还会跳动，是同样的道理。张扬五指击张，吞噬功法施展开来。噗噗噗，一道道血柱直接注入到张扬的手中。咦，就在这些精血入手的瞬间，张扬就是一声轻咦，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因为这些精血中竟然丝毫乌蛮始祖的血脉之力都没有。啪一声轻响，前面那条花冠蛟的尸体已经化为灰烬，只剩下一颗滚圆的灰色球体跌落在地面上。张扬手一抖，那颗灰球已经落入手中。妖丹，张扬一愣，紧跟着脸上就露出古怪的神色。因为这颗灰色球体不是其他，正是神秘灰铁所化。难怪这条花冠蛟的实力竟然这么弱。以花冠蛟这种生物本体的强悍，如果再融合一枚神秘灰铁的话，总不至于这么不济的。原来他根本就没有将这颗神秘灰铁吸收掉。嗯，想想也正常，这条花冠蛟的血脉比起八蛇来要差得多。八蛇在吞吃了神秘灰铁之后，能够将其融合到身体之中，增强肉体的强悍力，这条花冠蛟肯定也是感应到这颗神秘灰铁的吸引力，吞吃掉之后却是没有消化的能力，
只能在身体之中储存着。看着神秘灰铁的模样和这条花冠蛟的兽缘，很明显这条花冠蛟根本就不是第一个将这块神秘灰铁吞下去的，或许不知道在他的先辈之中已经传承了多长时间了。张扬很快就推测出了原因，翻手将神秘灰铁收起，一道遁光离开。20多天之后，一道雾气阴霾的山谷之中，张扬在一个新开辟的洞府中盘膝而坐。这座洞府之中跟周围雾气阴霾的环境完全不同，而是炽烈的火焰蒸腾，炎火之力极其浓郁。一座3丈多高的顶炉正矗立在洞府的正中央。张扬手中一团火红色的液体缓缓流动着，炫美无比的样子。这团火红色的液体自然就是吸收到了足够炎火之力后消融掉的神秘灰铁。哈哈哈，第12枚神秘灰铁终于融化掉了。我现在的实力是旱魃初阶的巅峰状态，如果融合掉这枚神秘灰铁之后，说不定就能够直接晋级旱魃中阶了。张扬心中非常激动。他到了仙界之后，是靠着藤林藤远二人提供的神秘灰铁才成功晋级到旱魃初阶的。晋级之后又一连吸收了数枚神秘灰铁的力量。这些神秘灰铁在改造张扬身体中的血脉之力的同时，也提升着张扬的修为境界，让他以一种极其变态的速度晋级。吞噬功法施展开来，这团火红色的液体很快就渗透进身体之中。张扬立刻双眼紧闭，进入到闭关状态。嗡，数十天之后，一道天地法则韵律波动震动了整个山谷以及周围大片区域。张扬闭关所在的这个山谷本就是千挑万选的，周围并没有任何强大的存在。那些连渡劫期都没有到达的妖兽们，在感应到这股韵律波动的时候，眼中都是露出惊慌的神色，夹着尾巴飞速遁走。他们虽然不清楚这是何等程度的强者，但是这种韵律波动之强烈，明显不是他们能够招惹的存在。咻咻，天空中两道急速飞遁的流光在感应到这股韵律波动的时候骤然停止下来，转身看向张扬闭关的所在。这两道身影，一个鹰头人身，泪生双翼，一个头角峥嵘，身形魁梧。这股韵律波动似乎是哪位道友晋级了，那个鹰头人身的修士说道。嗯，不错，这种气息波动难道是有哪位同道晋级真仙？头角峥嵘身形魁梧的那名妖修满脸羡慕的表情。可怜我等苦修万载才有了今天的成就，也不知道能不能有晋级真仙的那一天啊。不过这里距离我们的洞府并不算太远，我们两人仅仅出去远游10数年时间，这里何时多出了如此强者？哼，我们不管那么多，区区一名初进阶的真仙而已，竟然胆敢占领我们的领地。我们去看看，如果对方能够给出我们满意的条件，放他离开也没有什么。如果不能令我们满意的话，哼哼，我们两人联手，再加上老祖所赐的宝物，要灭杀他也不是什么难事。不过，对方能够晋级真仙，想来也是有些机缘的，不要有什么背景才好，我们还是问清楚再看情况行事的好。要我说，一名在此随便祝福晋级的修士肯定是散修无疑，哪家势力会让自家弟子在晋级的时候身处险地的。不过既然你有什么顾虑，那我们见面就先不动手，问清楚再说。反正他刚刚晋级成功，境界不稳，想来是不会首先向我们出手的。两人商量定，立刻架起遁光，向着韵律波动的中心地带而去。再说张扬引发天地法则韵律波动中晋级成功，他知道这股韵律波动肯定会引起不少人的注意，但是想到自己所选定的这条山谷本身就是比较安全的，周围没有什么强大的存在，而且张扬刚刚晋级，急需闭关巩固境界，因此也就没有转移地点。嗯，不曾想小半炷香时间后就感应到远处两道身影急速接近，看方向分明是冲着自己来的。这两名妖修都是渡劫期高阶的水平，也就是两名普普通通的地仙而已。张扬的心不由稍微放松，
转眼之间，那两名妖修已经到了真法外，身形凌空悬浮，脸上态度恭敬。不知哪位前辈在此，晚辈花里海、花里燕为晋地主之意，实感抱歉。两人开口自报家门，张扬立刻明白了对方的来意。原来这里竟然有这样两名高阶修士，这倒是自己虑事不周了。原先探查这里的时候没有发现，张扬自认为探查是十分详细的，不会出现纰漏，想来这两人是因什么事情外出刚刚归来吧。这么想着，张扬也没有跟对方发生冲突的心思，收敛气息，一道遁光出现。两位道友客气了，在下张扬游历至此，突然有所顿悟，借贵宝地一用，还望见谅。张扬开口的同时，那两名妖修却是在上下打量着张扬。咦，原来只是一名中阶旱魃，看样子还是刚刚晋级，竟然有偌大的威势。那名头角峥嵘自称花里海的妖修一声轻疑，两人互相对望一眼，眼神中都是异样的神色，然后互相点点头。花里燕脸上挤出一丝笑容说道，原来是道友再次晋级，道友仅仅旱魃中阶，渡劫竟然有如此威势，真是令人羡慕啊。只是道友看着着实有些眼生，不知道一向在哪家前辈门下高就。张扬这时候也看出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心中一声冷哼，并不将这两人放在心上。在下一届散修，误打误撞能够晋级到今天这个地步，只是有些机缘而已。花里燕和花里海两人闻言对望一眼，脸上的忌惮之色进去。花里燕在开口，语气已经显得有些高傲。原来如此，只是道友可知，这片山林本属于我们兄弟，道友在不经我们同意的前提下就擅自在我们这里修炼，破坏了我们山脉的地气走向，道友难道就不打算有什么表示吗？哦，那道友的意思在下该如何表示呢？张扬眼中神色一寒。很简单，道友无故我们洞府范围内，并且祝福修炼，我们也不多说什么，只要道友拿出一件神器来就可以离开了。否则的话，嘿嘿。花里燕一声冷笑。否则怎样？张扬的声音已经变得阴寒。开口就是一件神器，张扬知道对方这事明显没有和解的意思了。神器即使对于真仙来说也是极为珍贵的，更不要说穷困的散修了。第470章巨帆连击，否则道友就留下吧。花里海在旁边突然插口，同时伸手一招，一面丈余高的黑色巨帆出现在手中。但见这个黑色巨帆帆面上翻翻滚滚，是由浓黑色雾气组成，在那雾气之中，一只只厉魂时隐时现，个个龇牙咧嘴，凶狠异常的样子。黑色巨帆祭出的瞬间，鬼哭狼嚎之声盈野，声音凄厉。花里海也不多说话，伸手一招，呼，阴风呼啸，黑云翻翻滚滚，朝着张扬席卷而来。看到这杆巨帆的瞬间，张扬的第一反应不是惊恐，反倒脸上露出淡淡的笑意。神器，这杆黑色巨帆必定是神器无疑。张扬手中的万妖帆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遇到一个瓶颈，最多达到仙气的水平而已。要想继续提升，就必须要将作为魂杆的雀翎木用更加高级的材料替换掉。对于万妖帆的作用，张扬还是比较欣赏的。当初失去这么一件宝物，还遗憾了不少时间。现在，这杆黑色巨帆简直就是送上门来的宝物啊。这些念头只是一瞬间就在头脑中闪过了。面对黑色巨帆滔天的威力，张扬却是丝毫不敢大意的。背后金黄羽翼一闪，身形暴退的同时，手一抖，混沌中祭出。隆隆隆，滚滚闷雷一般的响声中，土黄色的混沌之气翻卷着，向着那滔天的黑云卷去。嗷，呜，鬼哭狼嚎之声，那些厉魂在混沌之气面前，即使努力挣扎也逃脱不了。眼看着这些厉魂全都被混沌之气卷裹着，吸入了混沌中内。混沌中的作用本就是镇压，这些厉魂并没有被消灭，只是被镇压在了混沌中之中。饶是如此，也足够让花里海心疼的了。
这种是魂幡类的宝物，威力的大小就是取决于幡面内生魂的多寡的。这一眨眼时间，黑色巨幡就吸收了这么多力魂，黑色巨幡的威力大受影响。当然，张扬的日子也不好受。滔天黑云之中，力魂的数量极其庞大。每吸收一个力魂，张扬都是要消耗法力的。催动混沌中，只感觉体内法力犹如决堤一般，疯狂地向着混沌中内涌动。哔哔波波，奇异能量波动，周围方圆数千里内，花草树木瞬间干枯，地面皲裂。那些能量都像是潮水一般，向着张扬体内疯狂涌来。饶是如此，张扬每时每刻所消耗的法力也是补充不过来。不好，花梨燕，还不快快出手！这时候，花梨海率先承受不住了。毕竟，他可不知道张扬体内法力的消耗情况如何，反正他只知道，照这么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他的这件神器黑色巨幡就要退化为仙器了。呼！旁边，花梨燕闻言也是大手一招。风声阵阵，一杆同样的巨幡出现在手中。嗷、哦！呜、哦！斧一出现的同时，也是鬼哭狼笑。张扬眉头一拧，感觉事情有些麻烦了。神识一动之间，数百只大型银翅魔蚁从身体下滑落，没入地面中，消失不见了。花梨海和花梨燕两人正在努力鼓动着各自的黑色巨幡，不过数百只大型银翅魔蚁如此巨大的目标，当然不可能瞒过他们的眼睛。但是那些银翅魔蚁在没入地面之后就立刻消失不见了。而此时恰逢战斗进入到关键时刻，两人虽然对自己手中的宝物很有信心，但是张扬表现出来的实力也是让他们丝毫不敢大意分心，只能全心全意攻击，顾不得其他。互相提醒一下小心，然后就将法力都灌输到黑色巨幡之上了。呼，花梨燕手中巨幡摇动，一股黑云席卷，跟花梨海的那股黑云汇聚在一起。张扬微微一愣，按说花梨燕看到自己跟花梨海僵持的情况下，应该挥动巨幡让那些力魂直接来攻击自己才对。花梨燕虽然没有听说过围魏救赵这个故事，但是这最基本的智商应该有吧。像现在这样将两股黑云汇聚，只要自己法力足够，岂不是可以催动混沌中一举将这些生魂全都吞噬掉。但是下一刻张扬立刻不这么想了。呼，但见两股黑云在汇聚之后立刻威势大增。嗷、哦、呜、哦、鬼哭狼嚎之声穿透那混沌之气，直接刺破张扬的耳膜，充斥地头脑阵阵发胀。咔嚓一声脆响，混沌中上的光芒立刻暗淡，那混沌之气瞬间开始溃散。这片刻之间汇合后的两股黑云威力增大了足足有十倍的样子。张扬大吃一惊，很明显这两个黑色巨幡是一种合击型的宝物，联手一击之下威力比起单体攻击要增大了十倍。为了避免混沌中遭到毁灭性打击，张扬立刻翻手将其收回。同时金黄羽翼一展，身形就要急速暴退。可是那黑云却像是瞬移一般，一闪之间就将张扬包裹在其中，这让张扬大吃一惊。神识一动之间，大切割术施展开来。刷，赤亮的光芒闪烁，一道光刃瞬间在漫天黑云中切开。嗷、哦哦、光刃所到之处，鬼哭狼嚎，那些力魂在大切割术的光刃面前都如烈日下的冰霜一般瞬间消融。大切割术切割一切。大切割术虽然威力无穷，但是周围的黑云却像是无穷无尽一般，靠着庞大到不可思议的数量很快将大切割术的威力耗尽。张扬脸色严峻，大切割术接连施展。突突突，一道道光刃切割下去，这翻腾的黑云中被切割开来一道道巨大的沟壑。而大切割术的施展既需要消耗大量的法力，又需要消耗大量的神识，仅仅片刻时间张扬就感觉体内法力空荡荡的，识海胀痛，有些达到极限的样子。
不过张扬眼中坚毅的神色却是始终没有丝毫气馁。花里海和花里燕两人并肩而战，不断摇动着黑色巨帆，眼看着周围整个空间天地不见颜色，全都被黑云所包裹，到处都是鬼哭狼嚎之声。而张扬被包裹在黑云之中，虽然每时每刻都能消耗大量的力魂，眼看着也是必死无疑的局面了。真没想到一头中阶旱魃竟然会懂得大切割术这等强悍的功法。这次如果我们不能在其身上找到两三件神器的话，光是我们的损失恐怕就很难弥补了。感受到黑云中力魂损失的数目，花里海嘴角一阵抽搐，心疼无比。如果我们损失太甚的话，老祖恐怕也不会太过照顾我们了。花里燕同样牙缝只抽冷气。两人一边说着，努力鼓动黑色巨帆的同时，却是互相使个眼色。就在这时，嗡嗡嗡，一阵阵齿声，一团黑云从地面上一窜而起，直接向着花里海、花里燕两人而去。这两人却是不慌不忙，纷纷手指一弹，咻咻，两道流光，呼，迎风而长，眨眼之间，化为两面巨大的盾牌，挡在了身前。两人脸上都是得意的表情。哼哼，早知道你这阴谋，幸亏我们早有准备呀。话刚说到一半，就是一声惊叫。但见那团黑云竟然在瞬间分为两片，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绕过那两面盾牌，然后都是向着花里海攻去。花里海原本手中黑色巨帆中的力魂被混沌中收去一部分，损失就是最严重的。现在张扬一出手，明显是捡软柿子捏了。花里海反应也是极为迅速的，手中法诀一捏，盾牌往回拉的同时，一个法印向着那团黑云印了下去。呼，巨大的法印瞬间长到方圆数十丈大小，直接将那团黑云罩住。砰，两相撞击，法印溃散，那团黑云也是同时溃散掉。就在花里海心中刚刚一喜的时候，就见那团黑云溃散开来的小黑点竟然没有一只受损，散乱开来，速度极快，犹如满天流星雨，认准花里海，继续电闪一般追了过去。银翅魔蚁，是银翅魔蚁。这下花里海终于认清这些小黑点的真面目，惊声尖叫的同时，巨大的恐惧感充斥内心，再也顾不得其他，转身就要逃走。那鼓动着的黑色巨帆失去了主人的空中以后，立刻威力巨减。花里燕在旁边有心救援，但是他出手之下也顶多只是将那些银翅魔蚁击散而已。花里海的黑色巨帆威力骤减，两相联合攻击的形势立刻被打破。张扬只感觉耳际的鬼哭狼嚎之声瞬间变弱，不过在黑云的包裹下，神识难以外放，不能进行瞬移逃走。牙一咬，心一狠，大切割术攻击的同时，背后金黄羽翼接连闪动，竟然顺着光刃切开的空间急速向前逃去。周围黑云一卷，犹如抽刀断水一般的效果，大切割术的光刃并没能支持多久，张扬就已经被黑云卷住，周围无穷尽的力魂纷纷开始向着张扬啮咬，更有无数力魂试图一头扎进张扬的识海之中，将张扬的灵魂扯出。对这一切张扬都是不管不顾，神识凝聚，守住识海，只是加快速度飞遁。